我觉得我也做了好多节目了哈。嗯，我们现场是最热闹的，关键是咱们现场人多。对啊，你看楼上楼下这七八万人啊，没有七八万，没有这么多吗？只有四五万吧。啊，四五个姓万的人啊。这个岳云鹏是我徒弟，是，现在是我们节目的二助理。没错没错，已经做了好多年了，自己感觉如何呀？还可以啊，还可以，除了不给钱别的都行。怎么能不给钱呢？不给钱怎么能不给钱呢？每次都打到我卡上啊。都给您了。对啊孩子，我都换仨车了。那没事儿，没事儿。真的呀？啊，你看没看着我这膨胀来吗？现在没事没事。好孩子啊，到时候我继承遗产。钱财如粪土，人义值千金。这个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没错，我们是亲眼看着小月一步一步堕落到今天啊，成长不是成长到今天，师傅没上过学啊。我觉得现在你让我特别的满意。是吗？但是好像有的地方还值得再商榷一下。哪些地方？今年春节的时候，岳云鹏演了一个戏，演了一个电影，还可以吗？嗯嗯。但是电视剧好像你没怎么参演过。没有。你应该参演一下电视剧。好啊，因为电影终归是短期行为，90分钟结束了。嗯，对对。你演一个电视剧，最起码让观众能骂你一个多月。那我得多多不会演呢？终归大部分人是不能到电影院去的。我是可以演电视剧的。真可以吗？可以呀。可是我从来没发现你有这方面的潜力啊。咱俩演一个吧，师傅。我凭什么跟你演？你们是看出病的，不怕病大啊？你们也不知道会不会？你真会演假会演？真会演。真的呀？啊，那咱们得找一个合适的题材啊。合适的题材，这样吧，啊，我有一个题材，嗯，我占个便宜，哦，我演您的儿子，吃亏吃大了，我这个行不行？啊，失散多年，我失散多年，对，小时候您把我抛弃了，那可能是太寒碜了，有可能，您认为我这儿不行那儿不行，可能就觉得我都不好，嗯，然后就给我抛弃了，嗯嗯，后来呢，还挺好。长成人了，怎么可能好呢？反正挺好，我来认您来了。哦，我什么状态呢？您就是您不认我，我不能认你，行吗？我已经扔了，不能再捡回来，因为脏。啊，那搁一边，看我能不能演。那咱们这戏得有个名字呀，叫《撇了香蕉》啊，行，好极了，大型苦情戏《香蕉》。香蕉，好吗？好，你演就，那您就是演老乡了。那你小蕉呗，好吧。行，好吧。好，我跟这正准备呢啊。行，我是一企业家得了，好吗？这就开始吗？来吧，还等多的啊。你看这倒霉德行，你看看啊。我跟这正看报纸呢啊。俺的爹搁哪儿嘞？你这话说的像我儿子吗？苦情戏啊。哦，正式开始，正式开始啊。不带搞笑的啊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得哭出来啊。嗯。这么多年了，我都没找着他，在哪儿呢？我听说我爸爸个儿不高，1.4米，还挺黑的，在哪儿呢？哎，这是不是我爸爸呀？爸爸，爸爸，这谁养的狗丢了？这是，起来，你哪儿的？你干嘛呀？你这是啊？起来，起来，这孩子怎么了？哟，这孩子哭的怎么这么恶心呢？怎么了，孩子？你怎么了？你有儿子吗？你干嘛呀，孩子？我就是您的儿子吧。你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啊！你这么糟践我不行，孩子。我没有糟践您。走着街上，有找恩人、找仇人的，没有找爸爸的。没想到这么多年了啊，你还这么狠心，还不愿意认我。不是，你说这我都不知道，你是哪儿来的呀？啊？啊什么啊呀？河南的，你忘了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小江。小时候你以为我眼睛看不见，你以为我鼻子不能使，你就给我抛弃了。我不知道生下来是个孩子。你想啊，但凡像个人样我就留下来了。哎，你别哭，
大娟，你别哭。那个，你听我的，你别闹啊。凡事都有个解决的办法，要不然你去验一个 NBA 去。那叫 DNA。啊、DNA 啊，你去验。哟，怎么了？是反胃了？你真欠打，孩子。DNA 我去验过了。人家说什么了？你是什么血型？我不是，我没有血型。啊、我也没有血型，咱俩混合呀。这不能走了街上，你说是我儿子就是。是你有什么脾气秉性爱好跟我差不多的也行。有啊。你有什么爱好？我喜欢抽烟，喜欢喝酒，喜欢烫头啊。你爸爸叫于谦。你有意思吗你啊？你这胡说有意思吗啊？眼泪真下来了。真的呀、啊？嗯。你这得看看，你这沙眼越来越厉害了啊！这有眼泪。有合适的戏，我想着你。嗯。下一次咱们拍戏都是你的女一号，好吗？男一号。